欠你们家一条人命，把你弟弟给炸死了。但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当时那情况，我要不开炮，我的命就真没了。这事儿我一直搁在心里边，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，所以我就……你就不怕我再找机会报复你？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也没办法。反正你有什么阴招，你就使出来呗，我接着就是。 记住了，别以为你救过我一次，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。我这人就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人情补给你。哎，我帮你出个主意，干脆你就给我100回大洋，咱俩就算两清了。以后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嚯，真是个土包子啊！你能再庸俗点吗？ 哎，咱们俩是不是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，生死下来的？怎么也应该算个战友了吧？你好意思开这口？哎，你还别拿话骗我啊！这连100块大洋都不舍得给，说什么也没用啊！行行行，明天我就给你100块大洋。说定了，说定。哥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还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不高兴啊？回来了。嗯。坐那儿跟你有话说。哦。我今天去医院看清明的时候，无意间听到你们的谈话了。你都听到什么了？什么都听到了。 哥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用瞒着你了。我干脆就跟你说吧，我爱杜清明，我要跟他结婚。清明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，小伙子人品也不错。所以，当初你在加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反对。可是你现在。 说到谈婚论嫁了，没有，家人不是儿戏啊，你想过没有？我是共产党员，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。哥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但是，我跟清明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。 傻妹妹呀，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你要是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，我怎么办呀？哥，行了，啊！一点都不疼我。又哭又闹的。那什么呀？娘去世的时候。 给你留下的嫁妆，后来啊，你跟清明这事儿，我虽然还有些顾虑，但事已如此，我也就不反对了。啊，你去跟清明说，他父母去世的早，他大伯呢，就代表他的父母，我就代表咱们的爹妈。 让他赶紧定个时间，两家长辈在一起商量商量你们的婚事，啊。哥，你同意了？慢慢的笑吧，啊。清明已经把他和木兰小姐的事情跟我和我爹都说了，我爹呀非常满意。哎，你看找个什么时间？ 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，太好了，周团长。我想清明和木兰听到这消息，一定是很高兴。你说，我们两个。
同属不同的党派，以后就成一家人了，还是有点意思吧。哦，秦明的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这个杨志华呀，是他救了秦明一命。你说呀，我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弟弟让他送了命，一个弟弟让他救了命，是不是天意？杜团长，你看这个秦明呢，已经放下了心里的仇恨。你是不是就别找杨志华的麻烦了？那当然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杨志华救了秦明一命，过去的事儿啊，就让他过去吧。好，你能这么说太好了。你这么说就证明大家都病逝前线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秋白兄调教人的能力的确让人敬佩。哎，你说这个杨志华以前呀，就是一个村野匹夫，才多长时间就让你调整成一个有勇有谋之人。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些学生军里的只要加入了青年会，在战场上个个出色，个个勇往直前。要不让这些学生军都去加入你们的青年会？杨团长，你把我这当什么了？参加什么社团那是自愿，哪有强求的啊？不过如果同学们都愿意参加我们那个青年会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嗯，哎，你们吸收这么多学生军，不是有什么阴谋吧？今天我请你们喝酒，目的有两个。第一个，我看到你们能够摒弃以前的恩怨，并肩作战，我非常欣喜。哎，这老师，那您第二个原因呢？第二个就是我要跟你们辞行了。啊？怎么？你要走？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，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。好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来，为我们曾经相逢干杯！干杯！我是一个日本人，虽然两国互为邻邦，但是谁也说不准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。怎么，中日两国又要开战了？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，来，我们继续喝酒。这位教官，我失陪一下。我想上趟茅房，快去吧。哎哎，要射程10700米，哎，厉害！《三国演义》。
报，进来。团座，龙司令急电。立即电令，所有。 在外驻防和训练的部队，马上赶回昆明城。是。哎哎，这些老人家连续点菜，我实在是没吃饱，要不然咱俩在这吃两碗馄饨吧。哼，能吃就说能吃，来两碗馄饨，哎，两碗啊。 生鱼片我是真吃不惯，吃惯你也是吃不够啊。真没想到，今天竟然是顿离别酒。是，我也没想到。我还想呢，我说趁着追老师走之前呀，我把他那本《三国演义》给借出来好好看看。嗯，什么时候想看书了？《三国演义》我那儿有，我借给你吧。我一直挺喜欢看书的，我也有《三国演义》。 只不过职业老师那本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跟你我的肯定不一样。哎，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全都是画，没字儿。全是画啊！哎，而且他那书上啊，画的特别好，张飞、刘备，尤其是关二爷，画的特漂亮。而且每张画后边都有一张地图。嗯，地图。 每张画后面都有张地图，啊，都有，什么地图啊？为什么不忘了？我也没看清楚，反正每张画后边都有。嗯，那你从那看几页吧？啊，看了几页。哎，杨老板，嗯，啊，你不是过目不忘吗？怎么？把你看的坏了，给我看看呗。 知道这是什么地图吗？什么地图？这是我们云南的地图。云南地图？哎，这象头山这个村子我去过，啊，村庄、河流、太子、新郎，连山的高度都有。那什么意思？《三国演义》是在云南发生的？你不是看过吗？我是看过，那不是后来刘备去云南了吗？刘备什么时候去的云南？后来跟阿斗一块儿去的。
是四川，你真应该好好看看三位。来，这是还着。站住！我怀疑，这些教官可能是日本间谍。日本间谍？小心点，站住！不会吧？这好好的一个教官，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？那你说，怎么解释？ 他收藏这么多地图干什么？喜欢你呢，这也不太可能。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曾经发动同学们，给他画各种家乡地图。他要求画得越仔细越好，贵州、云南。那你要这么说，这事还真有点悬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大哥曾经跟我说过，说日本人早就想跟我们中国打一仗。 所以他们之前就派了很多间谍潜伏在咱们身边，这是没想到，这些教官不会吧？多好一老师啊，什么东西都交给咱们了，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？我也不希望他是啊，可是这怎么解释呢？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俩今天就回去，干嘛去？把他那本三国演义找出来。 现在去？对，那不偷吗？你说话也太难听了。我们去了，如果找到证据，那我们就立了大功了。如果不是，那不更好吗？我总觉得不太好吧？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吃完了吧？哎，我还没吃呢。老板结账。哎呦！ 这样不太好吧？这不是偷偷摸摸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别婆婆忙好吧？怎么跟娘们儿一样，开工拿油回头见呢？不是，那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那三国演义在哪儿看到的？这三国演义啊？不是，那可能人收起来了，当时就在这儿看见的呀。 我说，我这人一向光明磊落的啊，我就不爱偷偷摸摸的。你这样不太好啊。你说什么呢？赶紧找啊！不是，万一让人发现了，那万一是呢？哎，来了！这儿。 没发现咱俩，哎，他好像出门了，出门怎么了？我刚才看见他好像拿了个什么东西走了，那怎么？不会你说的三国演义吧？糟了，他可能要逃，那怎么办？追呀，追！哎呦，我，哎。 我走那边，你走这边，到前面堵他，追！我。
这教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杜千明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教官，我明人不做暗事。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。如果你有证据，证明你不是日本间谍，我今后还会像师长一样尊重你。你需要我拿什么证明给你看？ 我怀疑你包里有东西，我能看看吗？好啊，既然你怀疑我包里有东西，那你自己过来取。 再给你上一课。 你信不信？ 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杀我的，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，我了解你，你是不会开枪打我的。以前你是我的教官，现在呢，你是我的敌人，对待敌人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。好啊，那你就开枪吧，开枪啊！ 叔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慢着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不要节外生枝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 这么晚叫我们来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你们先看看这个。龙局长已决定跟随响尾员长。 我们作为军人，居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虽然我们滇军跟蒋委长一向有些矛盾，但毕竟都是自己家的事情。但是共产党就不同了，今后早晚是我们的大敌。尤其是他们最近一系列的活动，哼，杀了他们。 理所当然。
李教官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！啊！这是学校医务室，你昨天被职业生男打晕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不是被职业生男打晕的。啊？真的？他当时站在我对面，不是他打晕的我。不是职业生男，那是谁啊？我当时没看清楚，那个人从背后偷袭的我，直接打的是这儿。 那看来，这间谍还不止他一个。哎，那职业生男抓住了吗？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打晕了，我就没再追。虽然说让他跑了，可是他这么多年搜集的情报并没有完全带走，多亏了你们及时的发现，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。龙校长已经下了命令，云南全境内通缉这个职业生男。邱白教官，挖出这么大个特务！ 而且呢，还截获了情报，这是个喜讯是吧？哎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是清明，是清明发现的。清明发现那个书有问题。你可别这么说，害你受的这么重的伤。哦，哎，呀，清明，要不你说吧。知道。你看还害羞。教官，我还知道一个喜讯。 我来宣布一下啊，就是咱们的那个杜清明先生跟李木兰小姐，马上就要订婚了。你也不是，但是呢，就是不是就是没有这福气看到你们订婚了，那个留下了一封信，说家里有事儿不辞而别了就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。 这样，志华呢，刚缓过来，啊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大家先走吧，先回去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先回吧，好好养着吧。哥，好好休息啊。想什么呢？心事重重的，没抓着职业教官，心里边别扭。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。 我们国家的敌人，没错，这个心里边有数，所以我也后悔，就没抓住他。行了，不说他了，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啊。我应该恭喜你啊！啊，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核，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。哎，那这么说，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？还得有个仪式，等你在党旗下。 宣誓以后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好，太好了。先恭喜你，杨华同志。谢谢李教官。你先别高兴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党员的身份，暂时还不能公开。哇！ 有什么好兴奋的？行了，你好好幸福吧，咱先走吧。杜清明，我知道你在旁边躲着呢，赶紧出来啊！你要不出来，我把你的花扔了。哎哎哎，别介啊，我用了好多心思呢。你无缘无故的送我花干嘛？ 明天我们就要订婚了，我……据侦查，这几个地点就是共产党长期活动的地方。孙承忠、马全、杨树明，到。明天上午10点。 你们三个人把这些地点都给我围下来。是。谢德鹏，有。你带人把蒋武堂也给我控制起来。等他们三人一得手，你马上把蒋武堂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学生都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大佐，李秋白怎么办？他可是城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啊。哼哼，李秋白。 就交给我吧，我要亲自抓捕他。
不急，大哥，他们应该马上就来了。大哥不急。罗团长，哎，你先吧，我这临时有事耽搁了，让你久等，还望见谅啊。这白秀可是这么客气啊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呀。 坐坐坐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杜老爷子怎么没来呀？哦，是这样，家父这几天受点伤寒，不便出门。但是等到正式下聘礼那天，家父定会出席。九白兄，不会挑理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啊！ 早知道杜老爷子身体欠，我应该上门看望才是啊。哎呀，九白兄太客气了，岁数大了，得点病是正常的。是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倒酒啊！哦。哎，好了。闪开！闪开！都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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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闪开！让开！让开！ 蹲下！快点！蹲下！队长，队长，快到！蹲下！今天是清明和木兰定亲的大好日子呀！高兴啊！清明爹妈死得早，他和他的弟弟清扬从小是在我家长大的。今天这个日子，我想，如果清明的父母在天有灵的话，能看到今天娶到这么样的好的儿媳妇，我想他们一定是会很高兴的。 是，这是清明上辈子修的福分，也是我们杜家的幸事啊。为了这个，来，咱们大家干一杯，来，请，坐。先生，请。 今天这个大好日子，你怎么还带着病啊？嗯，啊，是这样，这几日啊，城里不太平，有些人总想闹点事儿，在底下偷偷的搞点小动作。哼，老兄啊，老百姓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自由。 如果当官的前怕狼后怕虎，害怕老百姓得到这种权利，这是不能长久的。哥，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些啊？对，今天是什么大喜的日子，咱不说这个啊。好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哥，你敬酒不总是有理由吗？是这样，我们虽然政见不同，但那是党派之间的事儿。 但我说句实话，我对裘白兄一直表示敬佩的心理。来，为这个，咱们同饮一杯。来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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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太好了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。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，咱们大家都是为国效力。不知道邱白兄考虑过没有，加入我们的国民党啊？青石兄刚才说了，不管是姓共还是姓国，都应该为国家效力。既然如此，考虑个人的名分有意义吗？哥，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谈国事的吗？怎么又说起来了？来，我敬两位兄长一杯。李教官，大哥，你们都是我从小敬重的人，我敬你们。志华，
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戒严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光宿舍戒严了，学校门口啊也戒严了，不让出去。刚才呢，我要出大门，给我拦回来了，而且啊，守门的卫兵全都换了。无缘无故的戒严，这有点不对劲啊。可不对劲嘛。孙文同学会那些人呢、啊？今天我一天都没见着，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。能出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得想办法出学校，问问李秋白老师。你得帮我一个忙。行，你说。一会儿啊，我到门口。来来来，哎。秦师兄啊，你总在看表，是不是有什么要事啊？啊，没有。那哥，你看今天是我跟木兰大喜日子，你就不能好好喝顿酒啊？秦明说的对，今天呢，不管有什么事，这件事儿是最大的事儿。说的对，哥自罚一杯，我陪你。谢谢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啊！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坐进来，坐进来，坐进来。好，去吧，去吧啊！对不起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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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兄啊，你看我这个，我去盥洗室整理一下啊。好，去吧，快去快回。好，好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来来来，我这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干什么去？啊，各位兄弟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出去一下，通融一下，一会儿就回。不行！干嘛去？不能出去！你放开我！你让我走！我是张主任派来的，飞线情报，东已经投靠了蒋介石，并且准备在今天对昆明城内我党党员动手。张主任有什么指示？张主任让你在老地方等他，他要跟你商量对策。我得把我妹妹带走。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杜清时就是来抓你的，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。那我妹妹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们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。现在全昆明的共产党员命悬一线，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，快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去去去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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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喊我可快，去给我找人。是。去，把那个送菜的伙计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哎。你们是哪儿的？大哥，怎么了？木兰小姐，说，李秋白到哪儿去了？他不是去洗手间了吗？大哥，你喝醉了吗？说。不知道爱了有多久，只知道刚明白爱。爱就散了，不知道走了有多久，
只知道刚踏上路，别就开始了。当序幕拉开的瞬间，音乐传来这旁白，玫瑰的舞台怎会有凄凉的告白？才哥儿的诗句粉饰不了情伤的黑白，戏剧的最后注定以悲剧收场了。怎么偏要去想呢？